好，接下来呢 ？It turned out to be， 这是我们学过的哦。结果最终是 turn out to be，turn out to be 就是最终变成什么 ？turn out 有最终结果是，没想到啊，这一部《无限之战》它呢却 turn out to be 变成为当时候 the highest grossing 最最高最高总收入的漫威电影。好，总收入叫 grossing， 然后呢，它带来了多少呢？Bring in， 它带来了 bring in over $2 billion worldwide， 它为这个漫威公司呢带来了超过20亿的美金，worldwide， 这个20亿的美金是来自全世界 worldwide。However， 然而呢，当时候这个最总收入最高的漫威电影呢，在当时然而这部电影啊，它是 ends on， 它是结局结尾在一个很奇怪的 cliffhanger。Cliff 是悬崖 ，Hannah 是挂钩，两个字合在一起叫悬念。然而，当时这部电影是结束在一个悬念 ，with the story unfinished， 有着故事没有结束。哇，这种没有结束的电影比较不讨人胃口。好，所以 with 是有着当时的故事怎么样呢 ？Unfinished， 来第七格要填的是 unfinished， 未结束的。好 ，the fourth movie， 所以当时候第一部四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大家就很期待啊，希望能够把上一部电影没有结束的部分做个结总结，做个交代嘛。好，所以这第四部 ，the fourth 是叙述哦。这第四部电影呢 ，is set to be 就被设定成为 ，be set to be 被设定成为，所以这第四部电影就被设定成为是它的 sequel to the 2018's Avengers Infinity War， 希望能够是为当时候2018年这个复仇者联盟无限之战这部呢悬念电影呢能够再做个交代，它是一个 sequel， 它是个续集 the sequel to， 来 sequel， 这题答案第八个是 sequel。好，那这个 Which Told the Story， 当时候呢这个悬念很高的电影啊，它是在讲述着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主角大坏蛋 Thanos，他呢 collecting and using， 他不断收集，他还使用了叫做 infinity stone， 这个无限之石，他把无限之石拿去用了 and to wipe out， 就终结掉了，他把这个无限之石拿来呢 wipe out， 杀掉了，终结掉了，或者是呢你可以把它用成呢 wipe out， 就是把它抹掉，抹平，终结，甚至可以用更难听的就摧毁，它摧毁掉了 health of the light， 它摧毁掉了所有一半的生命， health 这个字有一半的意思，摧毁掉一半的生命 in the universe、在当时候的宇宙哦。好，这也代表什么呢？ That meant even the hero， even some of the hero vanished into dust， 所以当时候也有一些英雄人物呢就消失掉，成为了尘土，大家都被变成了像那个细细的沙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好 ，But this was not the end of story。但是当观众哭得很惨的时候，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尾。Hey, it's not the end of story。Fans are eager to。当时的粉丝哭得很惨，他们很想知道那些英雄怎么了，他们非常的迫切。It's eager to know. They are eager. Eager 这个字就是想很迫切的，很热切的想知道 how the remaining members of the Avengers are teaming up to fight back。他们很想知道这些 the remaining members 就是这个剩下的成员，那些仅存的 remaining members of the Avengers 复仇者联盟剩下的英雄们，他们会怎么样的 team up， 他们会如何的组队合作起来 to fight back， 去反败为胜，这个过程怎么做呢？ What can they possibly do？ 他们可以怎么做？他们有什么资源可以使用？好，这是我们克漏字的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题也是个克漏字。好，那我们先认识单字哦。 A involveinvolve 是呢参与其中，牵涉其中，这是月考第四第五课的单字 involve。 Be associated 和什么有关联。 C for 继续词给 do in time 及时 to 对于 F undo 抵消。那这六个里头呢只有其中一个它是不会被选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There is a lot of discussion. 那后来电影出来之后，好多人在讨论，有好多的好多的讨论呢 ，on the internet， 在网络上 ，about the movie Avenger， 对于这部电影《复仇者联盟：最终战》有好多的讨论哦。Obviously， 很明显的，
很明显的 Captain 他们在猜啊，这个 Captain America 这个美国队长 and the Black Widow 还有这个黑寡妇这两个人应该是仅存者哦，剩下来的人，这个 Captain America and Black Widow plan to unfold， 他们两个就偷偷计划想要 unfold what the Thanos did， 他们想要去抵消，他们要去呢重新复原， undo 也可以翻译成复原，他们要去复原当时候在前一集无限之战的时候这个 Thanos 这个大坏蛋他所做的事。 What the Thanos did， 这个 What the Thanos did 是一个片语，放在这个 undo 动词的后面，他们想尽办法要去抵消去复原这个 Thanos 当时候所做的坏事。 It's May， 那这个坏事要怎么去复原啊，已经被摧毁的生命怎么样再还原回来呢？这就包含到了时光旅行。It may involve， 来 involve 是干涉、牵涉到这个过程呢，就必须牵涉到 time travel 时空旅游。那谁有这个时空旅行的能力啊 ？Captain Marvel 就是我们的惊奇队长。这个 Captain Marvel 呢，惊奇队长呢，也许他就是 have the ability， 他就是拥有这个能力。能够 to travel， 他是拥有这个能力能够 travel through， 能够透过时间来旅行的人。 travel through， 这个 through 是透过， travel 是旅行，透过时间旅行的人大概就是这个 Captain Marvel。 Will she be the one to go back？ 难道他就是那个唯一的人能够 go back， 能够回到过去 in time， 随着及时能够及时的回到过去，赶在这个 Thanos 使用这个无限之时的之前赶回去，To prevent， 去预防，去阻止这个 Thanos 大坏蛋能够 from， 免于不要去 obtain， 去获得这个无限之时，要在他获得无限之时这个历史的时间上再更早回去阻止他。好，所以这里有个文法叫 prevent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所以这里的 obtain 才会用上 ing， 所以要阻止他呢，阻止他呢 from obtain 的再次获得这个无限之时，那怎么做？Or perhaps， 或许呢 ，the plan is associated with Skull Land， 而且这个计划或许跟谁有关联？来，和谁有关联？叫 be associated with， be associated with， 和谁有关联？这个 with 可以翻成和，或许这个跟时间旅行的这个计划还要用到谁呢？除了惊奇队长。Captain Marvel， 这个计划可能还要牵涉到一个人叫 Skull Land。 这个 Skull Land 是谁啊？他是 Known as Ant-Man， 他的文明是以这个称号叫 Ant-Man， 以蚁人这个称号而闻名。也许这个蚁人呢， Ant-Man may have the technology， 也许蚁人他拥有这个科技能够 to enable the hero to travel into the quantum realm， 也许蚁人能够提供科技Enable the hero， 使得这些英雄们，好，我们的这个，我们的惊奇队长，还有我们的美国队长跟黑寡妇这些英雄们，能够透过蚁人的科技 travel into 旅行进到一个空间叫 quantum realm， 就是量子领域。这个量子领域是能够让你回到，好，透过这个量子领域能够找到时间的流，回到过去的，必须要有这个科技才行。那但是呢 ，this is a mysterious place， 但是这个量子领域啊是一个神秘的地方，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它位在哪里，怎么去。It's a mysterious place and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what can happen there， 而且我们人类对于这个量子领域呢，它的了解并不多，里面会 what can happen， 什么东西会发生在这里头，没有人知道，所以是很危险的。 But we are sure， 但是我们很能够确定的是 that it contains something known as a time vortex， 这个量子领域呢，我们很确定就是呢，在这个量子领域这个空间当中，它会包含 contain， 它能够包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这个 something 呢，它是以什么闻名呢？Known as 这个空间呢 ，known as a time vortex， 这个进到这个量子领域的话，你可能就可以找到这个时间漩涡，啊，这叫 time vortex。这个时间漩涡能够做什么事？这个时间漩涡呢 ，which may be the key， 这个时间漩涡也许就是那个关键 ，the key to 这三个字画起来 ，the key to。Saving heroes, friend, and family. 透过这个时间漩涡呢，也许就是英雄能够去 saving， 能够拯救英雄的家人跟朋友的一个关键。The key to 这三个字重要哦。
这个 to 是介系词，后面加上 ing saving， 所以或许呢 the best way to discover what happens is to see the movie in a theater， 所以最好的方式 the best way to 最好的方式去发现这个结局就是 to see the movie in a theater， 你亲自到戏院去看看这部电影咯。我们单元句的